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今年冬天我给大家准备的 Winter Special Gift 有收到吗？除了新歌带给大家，还准备了这个礼物，一盒充满融情的妙卡礼盒，每一口融情都包含着我对贝壳们的感谢。还有的话，那就1月22号等你来跟我分享融情。